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妮。我发现了一台很好用的气炸烤箱。科技的进步是要让人类的生活更便利，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想法。这台气炸烤箱呢，我拿来回烤我每天的早午餐 bagel。我都会有冷冻的 bagel 在冰箱里面。它有特殊的专用功能，就是针对回烤吐司跟 bagel 用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台就算你买来每天只负责让你自己回烤吐司或者是 bagel， 我觉得都很值得，因为它烤出来的效果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。我本来很怀疑哦，这样子烤出来真的可以吗？ OK 吗？因为以我在做烘焙的概念来讲，但是我发现好的机器啊，跟现在科技进步真的是大大的不一样。外面的皮是脆的，里面是软的，非常好吃，就跟你在好秋 bagel 店里吃到现烤的 bagel 是一样的。这款多功能的气炸烤箱呢，我有设计一系列的食谱教大家怎么用。那么在12月14会准时上团购的连结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到我的脸书来看团购连结。好咯，我是曼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